你找你想要什么？你手上这个是怎么就这么一点钱？还有别的呢？别的钱呢？就是我，你放开我！就是我！你知不知道我哥为什么跟你结婚？就是因为你可以帮他赚这么一点通告费。 你自己这个样子，送人，他还倒贴回收费，冷死！你他妈收什么？收什么？放走！放走！送！送！哎呀！送！送！ 这样他才会乖乖待在家，不然他只会惹麻烦。结果他还是惹麻烦，他拿我的名字在外面借了1000万，真乖，不乖。你也一样啊，家的装潢变了，你都没有发现呢。没有，你心思都在外面女人身上。 然后你回来说要跟我离婚，你为了外面女儿回来说要跟我离婚，谁啊？谁和你对戏的女儿，还是女一啊？我说，到头来，所以你也是同情我。 对，因为同情，所以才会来看我。我来是想要告诉你，请珍惜自己。你写的故事太傻，<笑>你误会了，他还爱着我。昨天他还来看我。你好吗？在里面还好吗？ 寄给你东西有收到吧？婆，对不起，知道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，是我辜负了你对我的好意，我一定会好好的，帮帮我，让我可以继续为这个家努力。